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猫，欢迎收看我们的 Minecraft 地图实况。OK，好，今天我们玩的是猫狗大战第三章。OK，好花了点时间把东西都找完了，把银河层层银砖。我们再试看结果吧。哦，真假？可以打开？还真导电这东西。哇哦，man！吓谁呀？融合机，我靠！我们一直不够嘞。找到名字，哦，我们看最高级。哦哦哦！看来要收集一些东西。我要放置试试吧。刚才弄什么了？记住，我是休息室。餐厅。房，厨房真太神奇了。OK，好，看看附近有什么东西。需要纸钱，天哪，我需要纸钱，我现在很缺的纸钱。哦，隐藏歌声，财宝。好吧，看一下。我要放置室好像不能进去。好吧，那就算了。主机桌是放置室，主机桌是休息室，去过了。餐厅，对吧？餐厅去过了。放置室，哇哦！我就可以进去。条飘绳都已经爆表了。看来真的没什么异常。哦，对对，没进去。哦，看到了，外壳是吧？还需要什么东西？太高级木石红。好，再看看。我觉得我应该伸出一张纸。
同学，我觉得我该再伸出一张纸，这样我都不能跟他们聊剧情什么的。是 OK 好，是这样给你吗？哎、欸，好吧，我得牺牲两张纸。再变出一张纸，用魔法变出来的，懂吗？呵呵，好 ，OK， 好，看看，属于小林制作的武器，专攻猫族，共有这四大武器：逗猫棒、极猫毒箭、毛线球、毒鳝鱼。哇哦，切！我要放这四，我好像进不去哎、欸。呀，我进不去，我要放这四。我的妈呀！我真进不去，我要放这四就是了。铁杆是吧？看剩下道具就在火药房这些了，是吧？还乱的哦。那我得找出火药房这些在哪里，好吧？先找上厨房什么东西。哦，看到木板了，看来还有很多人在火药放置室附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不要进去火药放置室，只不过天哪 ，God damn back！ 好吧，那我得好先去火药放置室玩一下，不然这不可能完成啊，这东西。我现在还需要一个木，我现在需要一块木，三块石，一块铁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最高级呀 ？Fuck you, man！哦，我现在真的需要去火药房之室，但是他不给我去，我早有老方法了。哎、欸，我看这是哪里？不是，这是哪里？哦，我好像在附近喽。对，对，这回要放置是没错。火药放置是在刚刚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错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可能是被打坏了。喂、欸，不是这里 ，sorry， 走错了，我说跑了。然后在这里没有错啊，那我们回到生存模式。所以说我们在回去之前要先仔细探查过这边的情况。危险全部靠我进去吧。
这是看看，我靠，他那么喜欢火药。天哪，这都墨迹啊！还是因为火药放置是真的没什么东西，所以他真的不给我们进来了。哟，硫磺矿是吧？好吧，那我回到走廊去看看。可是少很多东西耶。哎，喷出来了！詹姆球，口香糖，还有没有口香糖来做东西是吧？好，我认，我认了。去休息室看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打甩嘞，吓我！OK， 挺折腾的。我们现在缺一些材料，嚯、哦，作者是不是少了很多东西呀、啊？有点没有头绪了。床真不错就是了，天啊！完了，继续慢慢探索，不急。餐厅，再小心去放进去看看。那他自己有收集这种癖好吗？天哪、啊！上网在玩耍的，哟，这拿过这边东西都拿过了，可能要再看仔细一点。我猜作者应该跟我说，再找更多东西。天哪，还有一块木头，两块石头，一块铁。哎，铁找到了，有铁。一块石头。OK， 好，是我的错觉，还是真的缺了很多东西？忘了，
推高机就去底教了。有很多问题存在就是了。作者，你这 BUG 真太多了，快受不了了。还是你这把东西给忘记放上去了？到了，又看到一块木板了，太好了，木板齐全了。来，不对，OK， 好，推高级方法还差两块石头，那我大概知道冬天会放哪边，这种我真的鸡巴死黑暗角落。准这样做太阴了吧？那黑暗角落谁看得到啊？天哪！真的快GG咯。OK， 好，黑暗角落是吧？哦不，这边我来过太多次了，我已经熟悉了，我都知道作者常常跟老婆……没有。去休息，火药放置室，我可能要再去火药放置室一趟。哎呀！I can fly。也差不多快结束了，再拍几集可以玩了。OK， 好，回到这里来。这里是火药放置室没错吧？天哪，很阴险这地方。直接嘣，然后全部都上西天了。这门道是干嘛的？还是我偷偷打破看看？我啪！哦，原来地板。啊哈！有没有注意到地板？原来是这样子的设计啊！天哪！作者对不起啊，我不能破坏你好多东西啊。也不是不去破坏你地板就是了。我最后要保护在哪里啊？快招！哦，我只好变魔术了，变魔术。这太不明显了，在哪个地方？我觉得这边应该会可能藏在另外一个宝物，航海王什么不是？要藏大密宝什么的，加油！我快破完了，天哪！啊！不是吧？我觉得我快不行了。饮水机，我可以尿个尿在水面了，没有啦。活塞运动是吧？对，这是我所来的地方。我们需要一块石头。这样破烂的石头，拜托观众看到了，请讲一下好吗？对啊，我这是单人实况，没有观众，我没有破发好是吧？怎么破解啊？谜题。
而这饮水机做的好夸张啊，晶莹剔透的。不行，我意志力快不行，我得撑住，然后好好抠住场面。OK， 没问题。休息室，再看一看，多看几眼，说不定有线索。嗯，我就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不走路了。好，辐射吸收器是吧？我大概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我坚决觉得这边没有问题，其实真的也他妈有问题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地窖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到地窖，然后把那家伙给打爆。让我看看水里面有什么，只有水，水里面只有水，应该藏些东西在里面吧，作者。我原来是矿车哎、欸。差不多太走过了，火药库最危险，最可怕。餐厅逛过了，纺织间好像再逛看看。这其实只是个放水槽而已，我其实不在意这放水槽。还在 fuck 后面其实有藏着很深，不能为之，不能说秘密。颜色一半黑，一半灰，灰黑的颜色。电话没头绪了，那我休息一下。没有了，不能休息，这台就崩了。好，走喽，我们去火药库看看。啊，真的，这船上爆了之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想跟作者讲的是，他不确定他在不在啊！天哪、啊！翻转。我快不行了，也差个石头差不多。啊，完了，光把天梯打掉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不，我刚才打枪啊！我不要去破坏作者地图了，可不了。我看到了，找到了，角度问题嘛，对吧？ 等下，我们将这历史性工道具合成了，活塞，粘性活塞，嘿，下去喽。 陷阱，或是箱子，巨大酒桶，你当我酒男，酒桶男是不是？来这里在干嘛？摆蛇蝎子针灸。哦，箱子，很好。 没有剧情，再来，天哪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再来干嘛？还没出发剧情啊！等等。 然后这边剧情挂了，天哪，不会吧？你要跟我说这边剧情完蛋了？天哪，部分传说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地方怎么回事？ 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啊？等下没有头绪哎，不告诉我这一阵哪里？好吧，好，那就先到这里啊！非常感谢各位收看。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